综合，因为我们公司最主要的都是以电学角度来做声音的调整，所以当我们到客人家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第一步骤就是会先帮你的音响系统环境做一个健检。是是是，对。那首先的话，这边要跟您说明一下，就是一般的话，我们插座就是水火地嘛，对对不对？对。当我们今天看这个水火地的时候，首先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水火。是的，三相电表 AC 量测的话，一定会是110左右，15或16。对对对。好，你看它突然又跳了，因为我是在猜测说你这边是不是有东西，当你碰到一个点的时候，它好像 1.2，然后会有一个46伏的一个状况。对，可能你这边低端的话，是不是有带到其他机器所产生的那个？电压传导到你地这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然后这边确认一下，所以会有低鸣声哦。没有，最主要的话，这个是一直是说你的这个回路状况可能有一些干扰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台电来的时候，它是单向的220，进到我们环境大楼的时候，它会分110，对，然后正负这样子。是是。然后像新竹这边的话，有的商那种。大楼新盖的大楼的话，它就是会有所谓的三相电，是是这样子。好，好。我今天还带五个。然后，首先那个范先生跟您说明一下，您现在这边的话就是两个不同回路的。对，两个不同回路的这个专线，然后应用在您这边。对，分别的话，我先请问您这边的话是属于什么的系统？就是这两个插座，我先和您选。低音跟播放器。低音跟播放器。好。然后这边的话是都后级嘛？对对对对。好，后级跟环绕。对，还有一个低音。还有一个低音。低音有两个分开的插。帮你测说，你现在这两个是属于。两个像个不同的回路嘛，是是是，就是刚刚有和你提及的，我们台湾其实是这样，台湾和美国的用电状况是一样的，对，它就是所谓的220，总电台电进来220之后，它会单向的220，然后会降压成那个所谓的110这样子，对，这是我们用仪器去检查说，当你的这个。回路如果是两相电的话，我们用那个示波器量测，它一定会有所谓的对称，因为你这样子正110跟负110相加的话，它才不会有所谓的电位差，它才能是耦合成一个正确的单向220。是是是。所以当我们在检验到那个示波器的波形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是在同在一个时间点的时候，一个是往下，一个是往上。是是。所以我们就是会帮你检测说你的这个声音啊，它尽量以我们两声道为主好了，我们都会去选择所谓的正110的那个部分，是将环绕的部分先归类成一块，然后你的播放器，对，然后后级是这几个，我们把它吃同一个对专线的排插，是会相对的会比较好。我了解，播放器跟后级归类为同一个，对，对。范先生，对，范先生，真的比较好。对，我范先生跟您说明一下，是，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检测说，他耳朵很厉害。我们就是有检测说，您这边是属于所谓的两个不同回路，对不对？是，所谓的两项。是。那我们就是会借由所谓的这个手机的播放，来去聆听说他现在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对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样子去检测是因为说。手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小型的音响系统，对对对。首先它有讯源，是是，然后它有功率放大，最后它有喇叭，对。那我们这样的检测啦，就是我们是借由所谓的电工，这条电源线电工是喂给它，对，来检测说这条现在这个回路的电喂给它，它的声音现在状况是怎么样？是是是，对。那这首歌的话，
我觉得让您也仔细听一下，嗯，你去听他这个声音的前奏，他会有所谓的三个节拍，他的吉他的拨弦声，这两个声音会截然的不同，听看看，那种低频的扎实感，中低，然后门声，的那种，就是从喉咙唱出来的那种味道，您记一下。哦，所以我的后级那些全部都要接这边，再改这样子。然后您再听一下这里。好，这是不同的回路。然后所谓的，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平面声。你再听一下。啊，对耶，确实比较平面。它没有完全的从你的喇叭的这个声音唱过。对对对。哦，确实哎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建议说，您的后级全部接这边，对，声音系统的话，就可能就连播放器，对，播放器，我们就是将这个您的这个排插看，我们就那个线对掉就好了，对对对，拉过来，好 ，OK， 那很简单，就可以，好，这样做的话，您的声音会有180度的翻转，是是。首先，那个低频的那种圆润、饱满度，对对，然后有它的那种声音的冲击性，对对对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会建议说，您声音都用这个好会比较好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试工吧。哦，正像就是你刚刚说上面那个坡，对不对？对，110的坡，就是我们它的那个波形的话，就是从它的起始点，它的起始音就是首先是先往上冲的哦，了解。然后，以那个声音为准的话，是就会有刚刚我们播那个正向电的时候的那个声音，它会有所谓的冲击的那种，对对，那好声音，所以也是反的，对对对，是要反击，要再按一次才关机吗？关机的话是怎么？看一下，直接切换水火，直接切换水火，对，就是就不用像我们上次是去店里是把电拔掉嘛，然后左右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机器内部，如果是以 AC 电进的话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变压器，对，可能你有看到那种，就是那种大大颗圆圆的那种嘛，嗯，好，我们检测这个方式的意思是说，当你 L 跟 N 入电之后，它的那个一次测的那一端，它一定就是那个环境变压器可能会有两根嘛，一个是可能是进去之后从内往外绕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从外往内绕，对，因为这两个的差距就是在于说它多了那两伏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反向的时候20，正的时候22。是，那你的声音它会因为它的这个多余产生的这个二伏特，而影响你声音的一些细节。是是，所以我们刚测完相位之后，我们测机器的极性，就是为了要将它的这个水火，它的数值能够压降的越低越好，那我们就会建议您说，您将这台，的。比如说我们等下用一条小黑线，折断地线之后水火交换过来，那你听看看，矫正过后，所谓机器极性矫正过后之后，它的细节，它的一些那个毛躁的感觉，就会修正，然后会比较好一些，这是我们测机器极性的状况。是，这才是我的播放器 UHD3000， 健检团队帮我贴上一个反向的贴纸，表示它的电源线水火要相反，所以它就帮我换上小黑线。这才是我的前级处理器 ABN60， 电源健检团队也帮我检测出里面的水火是相反的，所以它贴一个反向的贴纸。所以目前他也帮我换上，小黑线。小黑线的话，它另外一头的地端就把它脚折断，让它水火相反。
电源鉴检团队啊，为了方便让我转向，就是水火去转向，所以就直接把那个地线拔掉了。那这样我就可以反向去查。老婆可以帮我做个实验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来。我跟你介绍一下哦。你有看到这边有贴一个这个贴纸吗？有。这张。嗯。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这一台机器它是被贴反向的这一台。嗯。然后这一台前级也被贴是反向的。嗯，就里面的电源是反向的。好，你看哦，所以他就把我这两台机器这边，哦，这一张反向的，还有这一张是反向的。那只要有贴反向贴纸的话，它的电源线都要反插。嗯，他就是用标签跟贴纸跟我说要反插，所以我们看它的电源线是这一条。哎呦！然后它插到这边的时候，它这条插座就是原本正插，它现在跟我反插。嗯。然后现在你的插座，借我看一下你的插，这个插头，这个头。哦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头插上去。那这个是我的前机出，我的播放器啊，它是贴反的，所以这个插座它就要插反的。你先插上去，这样等于是正插。所以要把头转过来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好，转过去。对，这样是相反的。好，这样是反差。想哦。我们现在试试看，依照它贴纸所说的，两个都是贴反差的效果有没有差别？好，监控吗？嗯。这首歌很熟悉啊。我把插座换一下。看我听的是不是差不多啊？寂寞侵犯，感觉比较。
老婆。嗯。刚刚我们第一次听的是反向的。对。然后第二次听的是正向的。嗯。那你自己的心得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反向的比较好听。反向的，我觉得它的高音，比较感觉比较上得去。正向的话，它的高音好像就没有像反向的这么高。哦，嗯，所以的心得就只有第二次比较高，第一次，第一次比较高，第二次没那么高。我觉得好像，高音的地方声音也比较不会灼灼的。还是我们等一下再换回第一次听看看。嗯，好，好那把它换回去哦。嗯。好，刚刚依照老夫的要求，我们现在又把它水火又把它插反的，所以地线那一个就空掉的，那个洞就空的。那因为我的播放器这边贴的是反向贴纸，然后我的前级处理器他们也帮我贴反向贴纸，那插座也都插反的。那我们再测试看看哦。小爱同学，开客厅灯。开啊！老婆的心得如何？我觉得声音变得很干净哎，真的是声音有变干净，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，低音也蛮明显的。我只听得出，他在唱高音的时候多了气音的感觉。嗯，对。然后声音也变很干净。哦，低音也很干净。哦，那这样就是有差了。嗯，差蛮多的，我觉得。好，谢谢老婆。你都插了插声，然后呢？就是低音的时候，原本是都是插正向的时候，它的低音会有那种轰，然后会有叉叉叉的那种声音。嗯。可是反过来插了之后，它的低音就变干净，高音也干净很多。哦，确实哎。嗯。好，